请问大奶维维是什么的缩写？来来，杜丽，大杯奶茶，维冰，维糖。哎，恭喜答对。答对了，但是一逢的有点问题哦，等一下，大陆妹的奶妈维维大。台湾便利商店密度高居全球第二，平均每2000人就有一家。哎呦，请问下列何者不是可以在便利商店完成的事？缴纳 A 缴大学学费 ，B 回收家里废弃的笔记型电脑。不可以的哦。运动拉伤去买酸痛贴布。哎，买个沙龙 pass， 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。一二三，请举牌。嘿，好的 ，A、B、C 都有人写。马丁，你那个是 B 了 ，B 了。我本来是想要写一个 A 了，然后写这么乱，跟你的婚姻一样。没事，缴大学学费可以吧？再缴吧？真的吗？但他觉得不可以啊！你在台湾读书吗？没缴过。对啊，因为我就是直接跟大学交费哦，现金交易，回收电脑。废弃的电脑，这个我好像没有看过，这个好像没听过。那买那个门票一定是可以，买门票对啊。但是买运动酸痛贴布，对，会不会是药品？有可能哦，药品就没有，药品就没有，要有药剂师才可以。对，买演唱会门票是一定一定有的，好，买过。OK， 大家都有对，正确解答是 Z， 只有一位答对，好，为什么？只有一位，因为我觉得 A 我缴过嘛，就大学学费，然后 B 就是。感觉是可以做的事情，对，所以这是我最好奇的，真的可以回收笔记型电脑？那可以，哎，那可以回收，譬如说床垫吗？这种东西？哦，那不行，那要专人，那专人。可以回收床垫，有些床垫如果实在有不好的回忆，不要就烧掉就好。对，是，对，对，烧掉就好。是是是。火烧的寂寞。喂，第二个当事人还有跟我通电话，哎呀，他聊了很久，我说，哎呀，夫妻之间呐。人能够相聚在一起就是一种缘分，结束了那你就分开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两个人之间还可以是朋友，甚至是当他的经纪人，马丁 OK 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马丁，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大 S 跟他讲一下？不然你唱一首歌给他听好了。对啊，鸡排包包屁，他的歌，他的歌，你的歌唱一下，副歌一下，打歌打歌 ，One Two Three， 鸡排包包屁。吃个鸡排跟这个珍珠奶茶嘛，鸡排 bubble tea， 鸡排 bubble tea。哦，这个外国人唱可以啦，我们还是小心一点。哎，我们唱的骄傲，我们唱隔天就被告了。台湾的大众运输发展迅速，其中台北捷运更是不少通勤族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。请问，此音档播放的是台北捷运哪一个路线的进站音乐？这好难，还有这样子。板南线，猜吧。B， 松山新店线。哎。C， 淡水信义线。D， 中和新芦线。好，答案猜好了，请亮答案。一二三。哎哎，好，各位不用问了，因为他们都瞎猜的。当然，有没有错？我真的知道，有听过的。一逢兄，你有听过这个台湾32年？乱猜，乱猜。正确答案是什么？那个沙子，你猜 B 是因为自己三维的，因为好像这个线是我猜不止上过的。哦哦，下面一道题目，我们来到聊天的这个平常日常聊天日常用语，聊天用语，来，请处理。许多台湾人为讲求精简效率，讲话会简短化，像是北车就是台北车站的简称，永豆就是永和豆浆的简称。生快就是生日快乐的简称，请问
大奶维维是什么的缩写？苏雅应该会知道吧？知道意思吗？对不对？一、二、OK OK， 马丁再给你一下，三好亮。马丁亮，会他刚唱那首歌。One two three， 嗯，鸡排 bubble tea， 嗯 ，three two one， 嗯，鸡排 bubble tea。好，亮答来，下次是什么意思？大哥呀，你奶奶叫维维是真的吗？哇，你还有另一个故事？说说的这么说，哎，唔知道，来来，杜丽，大杯奶茶，维冰。微糖，哎，恭喜答对，奶茶，但是一红的有点问题哦。微糖，等一下，大陆妹的奶妈，微微大。喂 ，is good drink？ 我们要问你说 ，is good drink？ 你讲话麦吗？微微大哦，不是很大哦。微微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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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热，加热，微波，微微波，奶茶大杯，微糖微冰，哦，这个才对。好的，再来夜市小吃，来。超级球星霍华德来台打球，近日体验夜市美食的直播也被外媒大肆报道。请问，下图霍华德吃了什么东西后惊讶大叫？哇，那个蓝色的地方挡起来，可以看，就反正就是一串。他吃了什么，整个人会变邪心呐？对啊，这很像。很像那个配那木须龙，那个叫什么？吴宗宪哦，不是，我是我，是我是我，但是美国是那个谁？那个黑人啊，对 ，Eddie Murphy， 艾迪墨菲了，有点像 Eddie Murphy， 吴宗宪，吴宗宪，傻傻分不清楚，没错，他有配，好，吴宗宪吃的什么？呀，一串的啦，一串的，一、二、三，用猜的哈，好，蛋蛋，蛋蛋，蛋糖葫芦。糖葫芦，嗯，唔知呀，蜜饯，香肠，香肠，炸牛奶，哦，蛇胆，哎呦，而且那个一冯大哥的字好漂亮哦，对，你中文写的很漂亮啊，谢谢，接受，接受，猪血糕，谢谢，猪血米雪糕，猪血糕啦，是一样，好，到底吃了什么东西？请看正解，鸡屁股啦。啊！你看，好吃吗？他敢吃。我的 ，Chicken ass， 差点吐出来。有点血腥。I just ate some chicken ass, y'all. This ass good. It's good.他真的蛮有食感，你没有吃过吗？你没有吃过吗？有鸡屁股，对，鸡呢烤一烤，炸一炸，很好吃，对啊，好吃哦。一冯大哥这还算是你的 favorite， 对，真的哦。以前你看，在美国啊，在刚果，那可能都吃不了这个啊，吃不到，想吃是不是？好。